这是南京大学的北大楼，斑驳的墙砖，缠绕的藤蔓，让整幢建筑显得格外古朴。鲜有人知的是，在这座百年建筑的旁边，曾先后发现了三座古代墓葬。这些墓葬的出土，揭开了尘封千年的旧事。1972年4月，南京大学的校园里春意盎然，而北大楼的西北角却有点喧嚣。原来，由教师与工人组成的施工队正在这里修建防空洞。施工进行到一半时，施工队意外地挖出了一些砖块。随着施工面积的不断扩大，这些砖块的数量越来越多。看着这些数量庞大的砖块，施工队猜测，这里很可能埋藏着一座古代墓葬。他们随即向学校汇报了相关情况。很快，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组的蒋赞初教授受命前往调查。1972年的春天，蒋赞初先生就是在西南楼里面参加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编绘工作。这个时候收到学校的通知，说在学校北大的前面发现了一座墓葬，叫老蒋去看看。蒋赞初到达现场后，立即做出判断，这里就是一座古代墓葬。但遗憾的是，蒋赞初赶到时，墓葬的情况已不容乐观。蒋赞初立刻决定对这座墓葬展开发掘，但他们在墓葬中仅仅发现了一件釉陶罐以及几枚铜钱。不过，让他们感到欣喜的是，在这个已经被严重破坏的墓葬中，竟然还出土了一块墓志。墓志就是放在墓里面，记录墓主人生平事迹的石刻文字。通过墓志呢，我们就能很准确地判断这个墓的主人以及他生活的时代，还有他的生平事迹，是很重要的考古文献资料。墓志是我们了解墓主人身份及生平的重要依据。专家们立刻对墓志进行研读，最终他们确定了墓主人的身份。这个墓志上面是这样写的：宋顾江宁府王军墓志铭，军会人，字安寿。所以我们知道这方墓是一个北宋亡人的墓志。从墓志中我们可以确定，这座墓葬的墓主人生活在北宋年间，他是江宁府的一位司礼参军，名叫王仁。那么王仁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王仁生前的官职并不高，史料上也没有关于他的任何记载，真可谓名不见经传。但专家们在研读墓志时，在墓志的最后忽然发现了一个大名鼎鼎的人物。这个人就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王安石。其实墓志上并没有出现王安石的文字，但专家们认为墓志上的临川王宫就是王安石。据《宋史》记载，王安石于治平4年闰3月起，
任江宁府尹，直到九月。王仁是卒于当年的六月，时间上是对得上的。王安石为江西临川人，籍贯也是相符，所以我们判定这里面所说的王氏正是王安石。墓志上还有这样一段记载：临川王公闽院属主其丧。也就是说，在墓主人王仁故去后，身为江宁知府的王安石下令让手下的官员为他操办丧葬事宜。王仁是王安石的部下，当时和王安石是南京这个地方的长官，所以作为部下，王仁是个河南人，过世以后的话，他的这个叫后事埋葬，王安石做了非常多的关怀，所以在墓志上也留下了这个信息。一方墓志揭开了一位普通的北宋政府官员与王安石的前尘旧事。虽然墓葬中大量的随葬品已不复存在，但这一方墓志却将墓主人的生平保留至今。很快，这座北宋时期的墓葬就清理完成了。但就在王仁墓清理完成后不久，北大楼西北侧竟然再次出现了新的情况。王仁墓的话，应该就在我所站的这个位置。这个地方，这个叫清理完以后，原本它还有一个这个叫计划什么呢？从这个地方往北，防空洞还要再开一个，这个叫支线。那么在往北开寻找开支线的这个过程当中，在北大楼的后边发现了一些遗迹现象。原来教员们在泥土中又发现了一块巨大的石柱础。蒋赞初前往勘探之后，感觉事关重大，立刻向南京博物院考古组时任组长汪孙国打去了电话。时隔五十多年，汪孙国再次来到了南京大学的北大楼旁，当年的事情依然历历在目。那是1972年的四月，先发现的是其他的一些东西，主要是有一个明代的大的柱子，发现了以后。那个南大的蒋先生啊，就电话这个告诉我，我就来。当时发现的石柱处很大，它是就在这个位置，是吧？往北大概近4米的地方发现，因为很大，所以当时呢这个没有动，后来过来一阵。才用起重机啊把它移开。这张照片拍摄于1972年，画面左边的是汪孙国，画面右边正在做记录的就是蒋赞初。这个大型石块就是石柱础，它是置于房柱之下，承受屋柱压力的建筑构件。这个石柱础几乎是正方形，边长1.4米左右。它的形制与南京明故宫遗址中出土的石柱础相同。由此，考古队员们判断，这里曾经存在着一座规模可观的明代官方建筑。那么，这座明代的官方建筑会是什么呢？这个住处的话是明代钟楼的住处。一个城市，尤其像明代都城这样的大城市，
为了报时，他在高处一定要建一个鼓楼，同时建一个钟楼。根据明代的历史文献记载，鼓楼在东边，钟楼在西边，我们这个位置正好在现存的鼓楼的西边，所以的话推测这个高处就是钟楼。专家们认为，建于这个石柱础之上的建筑就是明代的钟楼。公元1368年，朱元璋逐一击溃了敌对的政治军事集团之后，定都南京。而明朝政府很快在都城之内建设了两座壮丽的建筑，鼓楼和钟楼。据名人陈颐《金陵事》记载，南京明代钟楼、鼓楼皆极其壮丽雄伟，为京师之首观。这是明代的洪武京城图志，图中就标出了明代的钟楼和鼓楼，鼓楼在东，钟楼在西。如今鼓楼遗址依然屹立于南京城的高处，而钟楼早已不复存在。但这件石柱础的出现，帮助专家们确定了明代钟楼的具体位置。它就在南京大学北大楼的旁边，正位于明代鼓楼的西边，与其遥遥相望。然而，没过多久，在石柱础之下，竟又有了新的发现。后来过了没有多久，蒋先生又给我来电话，说看样子是啊，这个发现了比明代早的墓葬，是吧？我说好，我说我就马上去看。原来，考古组的师生在住处之下，竟然又发现了一座大型墓葬。在将石柱础移走之后，经过初步的勘探，专家们确定这个墓葬的规模很大。由于这座墓葬被发现的地点位于南京大学的北园，所以这个墓葬也被称作南京大学北园大墓。根据发掘者蒋先的回忆，这个地点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坐标，就是南京大学北园地标建筑北大楼，从西边的山墙往东数第四个窗口的北边。我们现在看一下，1234，这个是第四个窗口，一直从这个窗口往后面沿线到现在的这个一排平房。从墓葬的这个叫长度和宽度加上那个侧室这个宽度来看，我觉得就是从我这个叫背后开始一直往前走到前面那个台阶，到前面那个房子的墙角为止，那么这个一片就是原来这个北园大墓的一个所在地。很快，南京大学历史系就向南京博物院提出了自主发掘该墓葬的申请，申请随即被南京博物院考古组批准。而主持这座墓葬的发掘者依然是蒋赞初，而隶属于南京博物院的汪尊国也经常来现场查看情况。1972年，也是南京大学历史系设立考古专业的一年，新入校的学生们也观摩了这次北园大墓的发掘工作。但是，当考古专业的学生们来到现场后，却发现墓葬的墓顶已经被破坏了。
所以考古队最终选择了揭顶式发掘。当时话是这个用的揭顶式，是吧？没有，铺的比较大，是吧？这个而且呢，发现以后呢，这个初步判断了是已经盗墓。专家们相信，正是盗墓贼破坏了墓葬的墓顶，并且从顶部进入墓葬，盗取文物。尽管墓顶已经被盗墓贼破坏，但考古队员们仍从残留的砖块判断，这个墓葬的墓顶并非炫顶，而是高等级的穹窿顶。因为当时根据这个墓室的情况来看，虽然这个墓顶啊已经没有了，但是这个墓顶的规格不像是普通的炫顶，而是穹窿顶。那么穹窿顶一般的墓葬规模是应该比较大。考古队员们从墓顶进入了墓葬的墓室，通过勘察，他们发现这个墓葬由甬道、主室与一个侧室组成。根据考古队员们的测量，甬道长3.04米，宽1.5米，主室南北长4.4米，东西宽4米，侧室长3.5米，宽1.46米。那么，这座墓葬的主人是谁呢？考古队员们立刻对甬道展开了清理，很快，他们就在淤土中清理出许多大块的陶片。考古队员们将它们重新拼接后发现，这些陶片均来自一件大型器物——陶案。这件残损的陶案由灰陶烧造而成，长123.4厘米，宽34.5厘米。它表面平素，两边有弧度优美的足。这件陶案的出土，让专家们对这座墓葬的年代有了初步的判断。案作为日常的一种家具，用来放置饮食用具，从战国时期就普遍使用了，一直延续到隋唐时期。在日常生活中，案一般是漆木器，但甬道中发现的这件案由灰陶制作而成，是一件专门为丧葬烧制的名器。专家们认为，作为名器使用的陶案往往流行于两汉至隋唐时期，也就是说，这座墓葬的年代应该是汉代到唐代之间，但具体的年代暂时不得而知。专家们的目光暂且仍聚焦在这件陶案之上。它都是专门做出来供丧葬使用的，因为它是陶器。现实生活中的榻和案都是漆木器，所以在这次整理的过程当中，我们发现哪怕是残破的陶案上面还能够看到一些红色，说明它虽然做出了专门用于丧葬的陶制品，但是它上面还是把它涂成了红色，它要和这个现实生活中的案和榻要保持一致。如今陶案的色彩早已剥落，
但我们仍能从中感受到古人视死如是生的虔诚信念。考古队员们继续清理着甬道，在陶案的附近，他们又发现了另一件陶器——三足平鸡。这件平鸡也由灰陶烧制，线条流畅，弧度优美，也是一件名器。而这件平鸡的出土，让专家们立刻锁定了墓葬的年代。看到这个三足平鸡的话，能够判断说这是一座六朝墓，因为往前到两汉时期，往后到隋唐以后，在墓葬中间出现这样的器物就很少很少了。至此，墓葬的年代已经基本确定，这是一座六朝墓葬。但是，六朝前后一共有300多年，经历了孙吴、东晋、宋、齐、梁、陈六个朝代。那么，这座墓葬究竟是哪个朝代的呢？而这件对于墓葬断代发挥巨大作用的平鸡是做什么用的呢？在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我们的日常生活主要在地面上进行，平鸡就是非常适合地面生活的一种小型家具。它在主人正坐的时候，可以把壶面围着你的腰部，两个肘部可以撑在这个平脊上，缓解腿部的压力。如果在平时的日常生活中间，可以把平脊放在你的侧边，那么手的肘、手肘也可以撑在平脊上，同样缓解腿部和臀部的压力。所以这个是人的一生中间必不可少的一个日常生活家居生活的小家具。六朝时期，平鸡是人们必备的小型家具，而且一般情况下，一个人一辈子只会用1到2个平鸡，所以平鸡渐渐地与它的使用者产生了紧密的联系。所以当人死了以后，这个坐榻上的人就不见了，但是平鸡还在。在这么一个观念的主导下，中国的中古时期就把平鸡视为墓主人的化身，把它看成是墓主人的灵魂所在。所以平鸡在出葬的过程中间其实很重要，专门有一个轿子，哎，那么有几个人抬着跟在棺木的后边，因为那个的话是墓主人的象征。在陶案与平鸡出土之后，考古队员们加快了对甬道的发掘。很快，考古队员们就在甬道的淤土中发现了一件精美的青瓷盘口壶。这一件叫做盘口壶，青瓷的，所以全称叫青瓷盘口壶。它的肩部有一圈装饰纹样，我们把它叫做网状带纹。那么除此以外，它那个有耳，这个耳是素耳，耳的上面还有纹样，这个叫叶脉纹，就像树叶子上面那个脉一样。这件盘口壶为青瓷烧制，它的直径很大，口沿上折，口部形似盘子，所以被称为盘口。那么它是什么年代的器物呢？这样一种器型，我们因为看的比较多了，
看一眼的话就知道它是西晋晚期到东晋初期的这样一个时代的器物。通过器物的形制，专家们判断这件青瓷盘口壶的年代为西晋晚期到东晋早期，也就是说这座墓葬的年代也很可能为西晋晚期到东晋早期。很快，考古队员们又在淤土中发现了另一件珍贵的文物——青瓷鸡首壶。这件鸡首壶通体是青釉，釉色青绿柔润，一侧尖是鸡头，鸡冠生动，双目传神。另一侧设有握把，造型精美，线条柔和。通过这件鸡首壶的这些特征，专家们对这件器物的年代做出了明确判断。现在我们看到的，在考古类型学上来说，是时代相对晚一些的一个青瓷器。到这个时期的，它的盘口的直径变小了，盘口下面的这个器物的颈部变高了。最大的变化是，原来早期装饰在肩部的那一圈网格带状纹消失了，这个地方变得横过来了。把这么多特征综合起来，我们可以判断这件器物的相对年代是东晋的中期，大概在公元的350年上下。专家们认为，这件鸡首壶的年代大概在东晋中期，与之前出土的青瓷盘口壶的年代相差了20到30年。为什么在同一个墓葬中出土的两件陪葬器物会相差20到30年呢？这其中暗藏着怎样的玄机呢？一座墓葬里面，那么如果这座墓葬是一次性埋葬的，在里边的随葬器物所呈现出来的时代特征可能只有一个，是一个时代。但是南大北园东晋墓可以明显地分别出两个不同时代的器物组合，就说明这座墓葬它不是一次性埋葬的，是事先有过丧葬活动，事隔几十年以后又有了第二次丧葬活动。也就是说，南京大学北园大墓并不是一次性埋葬的，他可能进行了多次安葬。第一次安葬时使用的随葬品呈现出两晋之交的特征，而第二次安葬时使用的随葬品又呈现出东晋中期的特征。这说明这个墓葬中肯定不止葬有一位墓主人，并且较早入葬的墓主人与后来入葬的墓主人的下葬时间前后相差了20到30年。那么这两位先后入葬的神秘墓主人是什么人呢？随后考古队员们又在甬道中发现了多件带有东晋特色的文物，如青瓷盘、青瓷耳杯、青瓷罐、青瓷褐斑点彩四系壶等。虽然这些出土器物的年代有的偏早，有的偏晚，但专家们可以确定的是，南京大学北园大墓是一座六朝时期墓葬，具体年代为东晋。甬道中出土的文物多以青瓷为主，当我们凝视着这些精美的瓷器，仍能感受到东晋时期的青瓷之美，
与那一阵典雅的微风。这是一件青瓷四系盖罐，它由一个青瓷盖与一个青瓷罐组成，青瓷盖中心盖钮做成了一个小巧的瓜果，瓜果周围装饰着五道同心凹弦纹，弦纹由小及大，就像池水荡漾起了层层涟漪。青瓷罐体型较大，罐的肩部贴塑着四只神兽，这些神兽形如狮子，却长着翅膀，造型生动灵活，玄妙异常。这是一件青瓷褐斑点彩四系壶，它的盘口略浅，肩部上有两周精美的凹弦纹装饰。最引人注目的是器物上的褐斑点彩，比起雅致却单调的素色青瓷，褐斑点彩的出现让青瓷多了另一抹味道，形成了更加丰富的艺术造型。在这座东晋墓葬中的墓主人是什么人呢？考古队员们希望在墓葬中找到更多的线索。很快，甬道中的淤土已经清理完毕。这时，考古队员们忽然发现，甬道之中竟有两道清晰可见的门槽。这两道门槽的出现让在场的考古队员激动不已。蒋赞初认为这很有可能是一座东晋时期的帝王陵墓。如果甬道里设置两道墓门啊，当年蒋先生认为啊可能是帝陵。那么根据我们近若干年的考古的研究啊，东晋时期甬道里设置两道墓门，可以啊说明啊墓主的身份可能是帝陵等级。也就是说，墓葬甬道中的两道门槽让专家们相信这很可能是一座帝王级别的墓葬。那么这座墓葬会是一座东晋帝陵吗？专家们决定首先从古籍中查找东晋帝陵的埋葬记录。很快，专家们在唐人许嵩所著的《健康实录》中找到了相关记载。原来东晋时期的帝陵一共有三个陵区，分别在基隆山、中山与幕府山，而南京大学就在基隆山的附近。基隆山的主峰是现在的北极阁，但是在近代以来地貌发生改变以前，我们可以看到从北极阁一直往西南方向，经过今天的鼓楼港，经过南京大学北园校区，经过南京大学西门外的南修村，这个一线从西南往东北方向都是一粒土岗，岗不一定要很高，它海拔有个二三十米也算一个岗，所以这一系列的土岗的话，那么今天看来它都是基隆山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南京大学的位置正处于曾经的基隆山山脉范围内。至此，专家们基本得到一致结论，南京大学北园大墓是一座东晋时期的帝王陵墓。那么，长
长眠于此的这个帝王是东晋时期的哪一个皇帝呢？健康实录中还有这样一条记载，晋十一帝有十陵，元、明、成、哀四陵在基隆山之阳，阴葬不起坟。唐人许嵩的健康实录里面记载，晋十一帝元明成哀四帝呢葬在基隆山之阳。元明成哀四帝呢分别是元帝司马睿、明帝司马绍、成帝司马衍和哀帝司马丕。也就是说，葬于基隆山区域的皇帝共有四位：晋元帝司马睿、晋明帝司马绍、晋成帝司马衍以及晋哀帝司马丕。那么南京大学北园东晋墓的墓主人会是这四位皇帝中的哪一位呢？这一切还需要考古队员们在之后的考古发掘中找到答案。一座大学校园里的东晋帝陵正在揭开它神秘的面纱。